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，我是陈丽。今天我们一起说说坐火车更节约时间。来看我们要学习的词语：速度、速度、甚至、甚至、节约、节约、距离。距离，公里，公里，因此，因此，气候，气候，区别，区别，温度，温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暖和，暖和。和 is neutral tone here， 这个字还可以读和。叶子，叶子。不过，不过。可惜，可惜。抱歉，抱歉。本来，本来。偏，偏。材料，材料。一篇材料。变，变。读三遍 ，read three times。教，教。Okay, let's learn some words and grammar points more. 甚至，有时乘坐火车甚至比乘坐飞机更节约时间。有时乘坐火车怎么样？乘坐火车甚至比乘坐飞机更节约时间。为了节约时间，他甚至没吃午饭。为了节约时间，他甚至怎么样？他甚至没吃午饭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话。Let's read the first passage. 现在火车的速度非常快，有时乘坐火车甚至比乘坐飞机更节约时间。因为一般来说，一般来说 ，generally speaking， 去火车站比去机场的距离要近得多，近得多 ，much closer。现在火车的速度非常快，有时乘坐火车甚至比乘坐飞机更节约时间，因为一般来说，去火车站比去机场的距离要近得多。好，现在试试回答这个问题。为什么有时乘坐火车甚至比乘坐飞机更节约时间？因为一般来说，去火车站比去机场的距离要近得多。现在我们再来学习一个语言点。Now the grammar points of the second passage. 因此，因此比所以更 formal， 更正式。中国南北距离约5500公里，因此南北气候有很大区别。它一直按照经理的要求做，因此经理非常满意。不过，不过可惜的是，南方很多地方冬天都看不到雪。
你问的问题不能太复杂，不过也不能太简单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话。中国南北距离约5500公里，因此南北气候有很大区别。南方很多地方的冬天一点儿也不冷，温度跟北方春天差不多。2月份的时候已经很暖和，可以只穿一件毛衣了。树开始长出新叶子，路边的花也开了，非常漂亮。所以很多北方人都喜欢这个时候出发去南方旅游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南方很多地方冬天都看不到雪，孩子们少了玩雪的快乐。 Now normal speed. 中国南北距离约5500公里，因此南北气候有很大区别。南方很多地方的冬天一点儿也不冷，温度跟北方春天差不多。2月份的时候已经很暖和，可以只穿一件毛衣了。树开始长出新叶子，路边的花也开了，非常漂亮。所以很多北方人都喜欢这个时候出发去南方旅游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南方很多地方冬天都看不到雪，孩子们少了玩雪的快乐。看看你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。中国南北气候区别大不大？区别很大。南方很多地方2月份暖和不暖和？很暖和。现在让我们来听一段对话。 Now let's listen to a dialogue. 先看问题。 Let's look at the question first. 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？ A. 女的刚回来。 B. 他们在机场。 C. 男的很失望。 D. 男的要去上班。带着问题我们开始听。 Now try to listen with the question. 真抱歉，本来我该去火车站接你的。没关系，我打个车就回来了，很方便。你那篇材料写完没？差不多了，我再检查一遍就可以交了。那你快写吧，写完早点休息。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？我们来看看对话里的难句。 Let's read some difficult sentences in the dialogue. 真抱歉，本来我该去火车站接你的。我本来想买2张票，没想到只有1张了。我再检查一遍。这本书我看过很多遍。让我们再听一遍。Please listen again. 真抱歉，本来我该去火车站接你的。没关系，我打个车就回来了，很方便。你那篇材料写完没？差不多了，我再检查一遍就可以交了。那你快写吧，写完早点休息。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？
现在请你回答这个问题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女的刚回来。好，我们一起复习一下。速度，甚至，节约，距离，公里，因此，气候，区别，温度，差不多，暖和，叶子，不过，可惜，抱歉，本来，偏，材料，一篇材料，变，这篇材料我读了两遍，教。今天我们学了气候，北京的冬天非常冷，温度常常在零下。你们那儿冬天的气候怎么样？ Try to use the new words as much as possible. 请尽量多用我们学过的生词。再见，下次课见，加油。